一到节假日我就知道你小子上线了。难道说你一直在等我上线？我不等你上线我会讲这样的嗨话吗？那你就是想唬我。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这么久都没上线了，只怕会坑着你。不存在的，我这种技术还怕你坑吗？这个你怎么什么地方都跳啊？你玩不玩嘛？进都进来了怎么不玩啊？那进都进来了你说什么嘛？进来门肯定是吃鸡啊。那捡装备啊。嗯，三级包，冲锋枪，一级包。哎，萌青妞儿，那边还要去吗？那肯定要去啊。这个你收，我走那边去收。你搜的时候没有，这里怎么没有装备啊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呀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没有的话，快过来走吧。我就不信没有装备了，带过去看看。哎，你小子是不是开外挂了？你咋知道这儿有人啊？我现在脑子都是懵的，你还说我开外挂？哎，这么说你吃鸡是这么好，那这把岂不是拿鸡鸡稳稳呢？那肯定的。这个背包太小了。